我的答案。出来太强了！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个吉祥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